I don't know. I don't know. Impossible to see. 我也猜得出来。市中心的地下道很长很长哦，我在想应该至少有3-4公里，应该有。
青天白日啊，天气超好的。昨天马加多利还下大雨呢，今天马德里大晴天。你看这一栋大楼啊，这样子大家看有没有？从窗户看过去那一栋大楼很特别哈，非常的特别。方方块块的凸出来又凹进去的，这里有很多办公室，办公大楼就在这一大条路的左右两边，很多办公大楼，也有很多 challenge 就是透天，像这里，像现在看到的镜头看到的，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贵的 challenge 透天处。你看前面还在盖办公大楼，全部都是办公大楼。